让我们一起提问题学数学。那今天这道题呢，又是丁简的哥龙原理。好，要选多少个奇数保证？让我们一起提问题学数学。那今天呢，就是保证。让我们一起提问题学数学。对于这个保证选取的呢，其实就是一个经典的哥龙问题。我们呢，要先制造这个笼子。好，怎么样加起来是2008呢？好啊，首先这里留意，它只要管奇。首先留意，它只要管奇数，所以呢，一呢，当然就没有机会，3就配2005，然后呢，5就配2003，好，这样一直下去，那这样子一直下去，直到这个1003搭配1005，OK，好，所以目前呢，我们就制造了我们的笼子，总共几个呢？对，一到1003，总共502个笼子。好，那哥龙，对，那哥龙定理就是说，如果今天的鸽子的数量比笼子还大，这边就会有2个鸽子喂在同一个笼子。好，所以我这样子呢，就可以找到2个数加起来呢会是这个2008。好，所以关键方法就是制造笼子。